我都是从十厘米开始修炼，然后变成五厘米，然后变成三厘米，再变成二厘米，最后变成一厘米。这是我之前练出来的金刚的超级的电光火石的闪躲普攻的速度。秀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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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，亮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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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亮，躲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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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，高速移动，你分身之术。打职业每天必须花五分钟练这个，就是每个职业选手应该做的事。然后还有第二件事，躲好了普攻之后，你还要会要会那个要会那个猛犸的扭头大，这也是每天必备的，而且要挂式扭头大，我操，要随时保证每一个大都是扭头大才能完美，像我这样子无比的炫酷的姿势。要特别快特别快，要每一个大都是扭头大才能让别人知道你是与众不同的。职业选手必备的扭头大。